为什么众生不向佛呢？问题就发生在这里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这三类的烦恼习气，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，啊，对于事出事情，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人。 在佛学里面称他做阿罗汉啊，阿罗汉、菩萨佛、佛是佛陀教学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啊，你拿到学位了永远不会退转到六道里面去受苦啊，这是第一个学位拿到了。 如果再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，那这分别妄想也断掉了，那就称你做菩萨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阿罗汉呢虽然不执着，他还有分别；菩萨不执着，也不分别了，啊，这比阿罗汉高了。 啊，但是他在十法界，没有超越十法界的范围，必须把妄想也要断个几分。啊，这个妄想叫无名烦恼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十一品，啊，也就是烦恼多少啊，把它分成四十一类啊。 只要断一品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就入一真法界了。啊，入一真法界，还剩下的那些呃那些呃微细的妄想，慢慢再断。啊，这个慢慢呢，《大乘经》上讲，要三个阿僧祇劫。啊，要这么长的时间呢？ 才能把妄想习气断干净呢、啊，这叫成佛了，啊，拿到最高的学位，佛陀是最高的学位了。